邱小良先生您好，您好，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是旅居美国的著名小说家诗人啊，你用英文创作，是国际公认的侦探小说家。不久前您在法国出版的以波西莱政治事件为背景的小说Dragon Bleu Tigre Blanc 深得法国读者的青睐。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今天不打算让您谈您的侦探小说，我们是想让您谈一谈您的你和法国以及法国文化的关系，便通过您这个法国经历为我们中文世界网友深入了解法国提供一个独特而有意义的参照。您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接触到法国文化的？是通过什么方式？应该还在文化革命的时候，那就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那个时候呢，其实法国文化、法国文学在中国都是遭到禁止的。但是尽管如此，一般就是老百姓的家里啊，还是有些书，所以呢，就通过写法国的小说、法国其他的一些哲学书啊，从这种方式第一次接触到法国文化。法国最吸引您的是什么？我觉得有很多很多东西都吸引我，但我想可能对我个人来说啊，特别就是说给我印象深刻的就那种带有理想主义、那样浪漫主义的一种特别激情的追求，这种我觉得是法国文化一种比较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东西。当您第一次来到法国时，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有很多很多的感触了，但是可能一个比较特殊的感触就是法国的读者对书籍的热爱，对那个文化小说一种 passion 吧，一种激情啊，这个确实我觉得是很打动我。因为我来法国的时候很自然的会把这个跟中国这两年的情况做一个对比，那相对来说在中国就比较难看到那种对书籍的那种热情，对吧？你比如说法国这么多的书店，这么多热情的读者，这个在中国都是尤其现在来说比较难见到的，难见到的。对您来说法国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啊，就是法国也好，美国也好，中国也好，他们都是整个全球文化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么还是回到我刚才讲的那个法国那种对文学文化那种激情、那种追求、那种这种对我来说是特别，因为我自己也是写小说的，对吧？所以这个对我也特别是鼓励比较深，因为你写小说总希望有人来读你的书，有读者跟你有那种大家一起讨论、有反馈。那么在这儿我就感到的特别多，甚至比在美国感到要更多，那对我来说是一种很特别的地方。您最欣赏的法国作家是谁？应该说很多了，你比如说那个大家都知道的巴扎克，在中国就翻译过有很多的翻译本子。可是我个人可能最喜欢的一本法国文学著作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可能不仅仅是对我个人，就对我这一代那个中国喜欢文学的青年，那个时候青年来说，这本书都是影响巨大的。因为那个时候他里面那种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追求实现自己的梦想那种故事，那种精神，在我们那个年代，尤其在文革那个年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对我来说，这就好像展开了一种不同的人生的理想和方式。对您来说，一位法国作家和一位中国作家之间的最大区别是什么？这个很难就一概而论，因为
各个作家都不一样，对吧？你有各种各样的中国作家，也有各种各样的法国作家，可能具体的来说一点吧，那个，比如说中国作家现在有那个作家协会，那么这个相对来说呢，最有利有弊了，就是说他有作家协会，那就会就相对来说有保障一点。那法国作家一般都自由职业者，就是我自己也是，就完全要靠自己写作的。那么，当然他的好的一方面，就是说你因为你没有任何那个政府啊或者那种组织啊机构的资助，你就是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就不大有那种框。那种框架有局限了，否则因为你如果你是拿了那个钱的那种创业作家，对吧？你总得考虑一下这个东西我能不能写，写了以后能不能发表，对吧？那你在这里，在美国也好，在法国也好，我想首先你是要把这本书写好，你的读者会来认可你，这才最重要的，不在乎就是说你要去通过这个组织去拿多少钱，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区别。您怎么看待法式生活艺术和法国人的浪漫？应该说我很喜欢，尤其那种生活和艺术结合在一起的啊。那个我是今天早上刚到的巴黎，那个旅馆的房间还没打扫好，所以我就去了那个 Luxembourg Park， 然后那儿就看到好多年轻的在那看着书，晒着太阳，很悠闲的。这个我觉得就很好，就是说他确实是他不完全是在那个悠闲的，他也在看书，也是也蛮认真，但同时他又在很欣赏这个生活。也就是今天吧，跟一个朋友聊天，他到旅馆来看我，讲到那个现在来那个巴黎有不少中国人都来采购那个名牌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带也是蛮有意思。因为你说生活艺术，它不仅仅是那个，比如说你要去买个名牌，对吧？是一个艺术，这一种生活追求。我倒是更喜欢的是像那种，像我上午在那 Luxembourg 看到的那种景象，大家很悠闲的坐在那儿看书。我觉得这是，这个景象相对来说在中国现在就比较难看到了，难看到了。你觉得法国人的最大优点是什么？最大的缺点又是什么？说实话，我喜欢法国文学，我也看过一些法国哲学书、文化方面的书。但是你要说我很笼统的讲那个法国文化的优点什么或者缺点，我真不能这么说。但是我确实蛮喜欢就那种法国那种文化里面那种，就我刚才讲到的一种理想主义的、一种浪漫主义的追求，这种激情，这个我觉得。是在其他国家里面，当然也有，就可能程度不一样。比如说那个在那个美国的书店，你们可能也知道，美国现在书店是遇到不少问题。一方面当然跟那个 Amazon 上面有关系，另外一方面当然可能就是说。就跟我刚才讲到的对文化的热情什么也有问题啊，都可能有问题。那如果你走进美国书店的话，首先你没有那么多的书店，不像在巴黎，在纽约你看不到这么多的书店，更不用说独立书店了啊。而且在这个书店里面，你看到的书也比较局限，一般都是美国作家的书，关于美国的书，一般也都是些畅销书，不大像在法国书店。我这有时候想起来我也很惭愧，我不懂法文，但是我经常看标题，我知道这个不是一个畅销小说，对吧？这个是，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一件事情，挺好的一件事情。你觉得法国应该向中国学习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中国应该向法国学习的最重要的东西又是什么？这又很难说了。也许我能说那个说说那个中国应该向法国学习，也不能说所有的中国人的，因为就接着我刚才讲到的那个到这里来那个
采购的中国那个旅客来讲的，就是说现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大家对那个物质的追求，对其他文化的追求都是可以理解的时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不希望就成了一种物质主义的追求，就是你除了追求物质还是物质，这不是我希望看到的。对您个人影响最大的法国书籍有哪几本？巴尔扎克的那个，当时在中国傅雷先生翻译的，当时基本上翻成中文的也不是我了，我们这代人都找了去读了，因为他那个傅雷先生的中文翻译的很精彩。法国还有一个女作家杜拉斯，他那个包括他的小说还有电影，那个像《广岛之恋》之类啊，那个《Lover》情人，因为正好呢，这个翻译者是我的头，是我的那个，当时他是研究所的所长，所以我也看了不少杜拉斯的那个翻译。当然，对我来说，那个个人就是说我最喜欢的一本，大概还是要算罗曼·罗兰的那个约翰·克里斯托夫，因为那个叫什么，我刚才已经讲到了，就是他那个我们成长的年代受的教育，基本上就是你们要像一个螺丝钉，党把你们拧在哪儿，你就固定在哪儿一辈子，你自己是不要去做什么努力啊、追求啊，这在当时都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一套东西，但是他那本书就给你展现了那个完全不同的境界，完全不同的境界。说起来，这个跟一些法国读者也有关系，因为我还记得在这本书里面，当然那个主人公是个作曲家，不是一个音乐，不是一个小说家。他里面有一章写到他到那个外省去吧，当时国内还没有"讽刺"这个词儿了，就一般就喜欢他音乐作品的人啊，就对他特别好，做了当地的法国菜请他吃。很就是巧合的是啊，几年以前正好我也有几个巴黎的读者也是特别特别热情，就是说一定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那个他认为做的最好的法国的鹅肝那个，所以当时我就想到，我说哎呀，我真的是觉得好像回到那个约翰·克里斯托夫书里面所写的那一幕里面去了，就特别感人，特别感人。当然，那本书在当时打动我的，我根本没想到以后会来写小说的，我会在法国有自己的读者。对。您记不记得一句曾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法国名人的名言？我有一阵子很喜欢那个沙特的著作 ，Jean-Paul Sartre 那个存在主义作家的那个著作。我可能不一定能把他的那句话的原话全部记住，但他大意就是说，他其实一个人就是他选择的总和。我记住这句话，因为我后来把这句话写到我自己的诗歌里面去了。当然，这话它还包含着很多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做了选择，对吧？那你就得承担责任，你就是要很主动的去选择，因为你人生的意义就是你自己选择而取得的。那么当时我在读沙特这本书的时候，我确实挺感动的，所以我把它后来改了一下，写到我自己的首诗里面去了。您对这一次来法国参加与法国读者交流活动的有没有特殊的期待？应该说有，因为我收到不少那个法国读者的来信、电子邮件，对吧？那个，尤其我在这个我自己这个系列里面呢，我每一本我基本上都想试着写，用不同的方式或者不同的题材来写的东西。那么这本书呢，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新的尝试，就和中国的现实贴得比较紧。
跟那个薄熙来的案子的贴得比较紧，那么也收到那个不少那个读者那个 email， 所以我希望这次有机会也能跟他们多继续交流一下，听听他们的意见，因为我还在想下面一步，那下面要有什么变化，对吧？这个经常，其实我这个系列里面至少有几本都是通过读者给你的意见反馈建议，去这么写的。比如说我其中有一本英文名字叫 Don't Cry Thai Lake， 就写太湖污染的，就是我当时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就讲到，哎呦，你们中国污染的问题什么，你这个方面，哎，确实这有时候就这么大家聊一次天，对吧，就这个印象就下来了。那个刚才我也去了那个 Liana Levy 我的法国出版社，那么他们也告诉我这个书现在又在那个法国的畅销书那个榜，这个星期又在畅销书榜上面了。那么所以我也很想听听，就是说法国读者对这本书他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看法，因为我还得写后面一本，就那个。谢谢您，邱小龙先生回答了我们的问题。谢谢您，谢谢您，您中文说得很好。